我真的很爱你，可以跟我结婚吗？我想要跟文秀小姐结婚。尹秀浩，秀叔，你喜欢我们家秀浩吗？是，那么你就跟我们家秀浩分手吧。吴恩秀小姐年纪太大，条件又不好，你没有一样让我满意的。我更讨厌阻碍我们家秀浩前途的人。你刚才说什么？妈，分手。说句实话吧，你儿子也没什么了不起。你说什么？现在终于知道了，我的小叔，我们尹家食品不是吴恩秀小姐能够配得上的。我们不适合。尹秀浩先生，我现在只有分手这句话，没其他话要说。闪耀的恩秀，周一至周五每晚7点，我来综合26台。